现在我们是在陆浪小镇啊，准备出发了，又是5点钟啊，每天都是下午出发，啊，还好天黑的比较晚。本来是想在这边航拍一下这个陆浪小镇的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天气啊，从早上一直下雨，就是下到晚上，都是那种蒙蒙的细雨啊，你就没办法出去，也没有办法就是航拍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准备离开了啊。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温泉呢、啊，就是野温泉。啊，几十公里，然后呢，晚上我们就开到那边去吧，泡一个温泉，然后第二天可以早早的出发，好吧？下雨天去泡温泉，说不定前面就不下呢，是吧？好，出发吧。小镇还是蛮漂亮的。是啊，我好想航拍一下，我觉得风景挺美的。但是下雨啊，下雨就……这林子我们还玩了一早上，没有下雨哦。是啊，林子的话至少还出出太阳啥的，这鲁朗就天天下雨。现在还在修建呢，走了，走喽，再看一眼这个小镇，这边消费还挺高的，比林芝还贵哦。鲁朗是一个国际小镇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有这个，对吧？东方瑞士，东方瑞士啊，哎，是挺漂亮的。嗯，我们说不定下次还能过来呢。又留点遗憾给下次吧。这个鲁朗也不比林芝差哦，是啊，真的挺美的，真的有那种瑞士的感觉哈、哦。去过瑞士吗？就是那个房子啊，这种建筑啊，真的很像啊。河水的旁边啊，你干啥呀？在这边呀。这里面有池子吗？问一下呗。看看前面写一个温泉。哇，你看那边的云都掉下来了。好漂亮哦哈！走走走走，走去问一下。温泉，又石头啊，彩色石头。温泉怎么收费的？50一个人，然后包间另外加50，包间怎么多加？就是另外再多加50块钱一小时，50块钱一小时是吧？泳衣忘记带了。上次那个泳衣应该不应该扔的？是啊，那小朋友了，哪个小朋友穿？这是个小朋友穿的，那不是。随便你挑，都可以。哎，我的泳裤我就随便。我们买了2套泳衣，一套泳衣，一个泳裤。吃点东西再去泡吧，好饿。对，他说晚上可以随便泡到多久。好吧，我们先吃点饭在这边。先把我们中午剩下的菜热热吃吧。哎我天，这火也打不着了。又打不着了。然后发现它一到晚上就打不着。你看，真的是温度的原因，我觉得。没有，打不着。我们还有没有了？有，还有一口。只能白天用了这个气，还是我们之前买那种好哦。对啊。我们在零下都可以用哦。是啊。那这个气好，只有一罐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是没气了？没有，有气啊。按稳一点。哎，完了，什么原因啊？完了，那炉子打不着了。是。刚刚应该把菜放到电饭锅里面一起热。是啊。要不要？问一下卖家怎么回事？是哪里？是不是用那个气把它烧坏了？我怀疑。这不能嘛。大白，你乖乖在等我们啊、哦！下次找个野温泉给你泡，好不好？啊，给我白白也泡一下温泉。好吧，哈哈哈哈哈！有点高兴了，阿白最好狠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吃了点东西啊，我们就过来泡澡，啊，看一下这个地下温泉，这边写的是，温泉绝对是纯天然的，
只需您找出我们水是烧的证据啊，奖励10000块。明天有没有温泉鸡蛋卖啊？没有。就是现在的那个泉眼现在在河中间，不敢去煮。哦，太烫了是吧？对，不是太烫了，在河中间了，水太大了，不敢让你们去。哦，水太大了。啊，泡的那个煮不熟，那个煮不熟的问题。啊，我们那个煮不熟，五十度。好的，看一下下面的池子啊，有两个这种池子，也是天然的温泉呢、啊。走吧。应该是挺天然的吧？啊。应该是天然的，不是天然的，对吧？奖励10000。这个室外啊，就有两个池子啊，一个，两个。当然了。哎，这个都不重要了，就是过来泡一下就行了。哎呀，没有人了啊、哦！没有人，包场了哟。两个人包场那个小池子，看那个水温怎么样？哎、反正都是乌漆嘛黑的，还行。干不干净？这个啊，这个应该也是循环的吧？感觉我到哪都包场啊、哦。是啊。你把这白天看一下外面风景应该不错。是的。哦。看吧，我们就在那边泡一会儿。那我觉得晚上泡舒服一点。啊，晚上泡完好睡觉啊。好了，我们就在这边随便的泡一泡啊，泡一泡就行了。来这个，感受一下这边的天然温泉吧。泡完这个澡啊，饿了。香不？香。感觉泡温泉有点耗能量哦。不是耗能量，是耗很多能量。但是泡完也是挺舒服的。嗯。泡完我是又干又饿，来、啊、来、你吃。外面海拔2000，外面好多飞蛾啊！你说我们泡的温泉里面会不会有飞蛾啊？不会，那飞蛾是看灯的。啊，这都放过来了。鳗鱼开始逗这只猫了，我觉得它要受伤。给你，它要放爪子过来了，你跟它来，在这里。大晚上挪车位。挪一下，因为这边离这个马路边太近了。那你小心点哦。放心，就500米。张开着，多2米我都不走。泡完我就想睡觉，头晕晕了。好，现在早，好睡觉了。是啊。神汤温泉呢，弄得还不错哈。嗯。开始导航。前方400米到达目的地。400米，前面那匹马，我应该一动不动啊，以为是个雕像哦，好搞笑哦。这边晚上的牛羊马都喜欢出来吃草哦。哎呀，大白，语音已启动，大白没泡着温泉，可怜死了。还没停好啊？嗯，为什么斜呢？强迫症的老徐啊，终于把车停好了，非要找一个平平整整、端端正正的位置，是不是啊？大下雨的，不是端端正正，要稍微平一点，不能那么斜。不能那么斜，他找完我都睡着了啊！大白是不是在？哟，大白下雨了，不能下来睡觉了啊！嗯，好不好？下雨，睡觉了啊！哎呦，有虫子。